亲抱拥，这是台湾人民关怀人类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生，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祝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公事，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西湖真人以来124位天皇诸建灵，蚩尤后裔北夷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发生战争，汪祖金民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金民怨灵，及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出现零，而当下己亥年恭祝佛诞，维新圣教千佛禅堂坛城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啊，个人虎藏啊，工厂地基组啊，以及啊，往生一年啊未满的诸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山河西涧啊，诸怨灵及怨推转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啊，我们法会要来为各位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是进入每个人每一位众生心灵灵性的原点。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在过去2年的佛诞我讲了很多，但是还没讲完啊，还告诉各位我们还很多没有阐述完毕，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来为各位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风水学的奥秘，首先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呢，我
我们就来一起先恭赞王坦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双善之士，风水的根源啊，是从胡氏世族啊，这边是风水，这边是风啊，这边是水，也可以说是风，这里是水。啊，风和水，风无形无相，在空气中运行，但是微尘、沙尘、灰扬，水有形有相，啊，它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山河大地，滋润众生，滋润万生万物。所以风水是生命。所以我在民国七十一年以后，王禅老驾慈航，老祖道教慈航开始了，就要用从风水来做利他。利他，然后再引入啊来修行心安。啊，指自然，这个光，心灵的光。我们最重要需要这个光，没有光就是没有能量，没有能量活不了，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啊。所以风水是王禅老祖非常非常重视，也是天人法界诸佛菩萨所共赞的。本段，所以无论你相信不相信，都是存在的风水啊，你可以去啊评除风水的哲学，但是你仍然在风水里面生存生活。若是没有风没有水，那我们是活不了，万生万物也活不了，这是一定的真理。那么风水在天上界、灵魂界也有风水，我们以太极来表示，黑的是水啊，那么白的是风，风中也有黑的也有水，水中也有风，所以风水，风水是生命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有人类以来，风和水是我们的生命的
根源，尤其在灵魂界更需要风水。啊，刚才我们圆了法师啊请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连累，有一位老菩萨轻生厌生，就服毒农药自杀，了脱他的人生，但是他的子女非常孝顺，啊，在新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啊，请他在这里听经闻法，啊，这个老菩萨的灵性灵魂就回去跟他的妹妹啊托梦，说他很饿，啊，他来到仙佛寺这里参加佛诞法会，啊，供养了很多很好吃的斋食，因为我们每一餐都有供养三十几桌的斋食，啊，很好吃，我的很好很香，但是口啊就是吞不下去，很难过，那怎么办？啊，他告诉他的妹妹，男信徒的阿姨，说他仙佛寺有一个圣水，用圣水加持他们，加持他，他就可以吃得下了。所以圆了法师很慈悲的，刚才来问我说，师父这怎么办？要用什么水？我说有，我们今年2月2、3月3、4月4，金钟祥，天地圣水，啊，都有加持灌点，啊，一罐一罐的留在仙佛寺保存起来。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天地圣水，在供养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用波装的，来加持、斋食。啊，这个灵魂界的各列祖列宗就可以吃得下。啊，这个是需要水，包括灵魂界还是要水，人间界也是要水，这一点就在提醒我们人在世间上是来修行的，个人的先世业力罪业太多，才卡住了啊，这一生啊的生活，这一生的际遇，所以有的看不开就去轻生自杀了，了断这个色身。但是上天给我们人是平等的寿命，比如还有10岁，啊，在70岁是寿数是180岁，70岁呢他就看不开，和家里的人、和亲戚朋友等等不如意的，就开始轻生自杀了。
结果还十年，十年的岁月，回到灵魂界，不是十年就过了，人间界的一年，灵魂界的一天，灵魂界的一天呢，就是世间的一年。那么相对了，365年，还有10岁，这365天，所以要承担的罪业，在灵魂界承担的罪业啊，你要在灵魂界受苦3650年。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在国立一，所以我奉劝啊，一些很容易看不开啊，意气用事的啊，轻生的，这个躯壳尸体甩掉啊，去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在灵魂界是存在的哦。所以我们人来到世间上，我们有一天啊的功德，就尽量要活一天。活一天你要做什么？就是要修行。1个小时也是要修行，要念佛。那么在灵魂界发生了这些不幸、想不开的灾难到来，那你怎么办？啊，死了，在世界上死了，消失了，啊，你没有这个躯壳，可以修行，可以念佛，就必须要依赖你的子女，依赖修行者的法师和菩萨们，啊，时时刻刻来念佛来回向，啊，或是新逢佛诞神的圣诞日，啊，那家人懂的话，就报名啊的年会，3天5天，你就可以得到3天5天的法益。啊，若是没有这个因缘，那会坠入无底洞的深坑，啊，就会落入到地狱界受苦，吃也吃不到，拿也拿不到，啊，水也喝不到。所以这个在佛教，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目犍连，他修得很好，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所以他要啊去看他的母亲，所以就进入灵魂界的世界回去看母亲，啊，结果看到母亲自己，他被关在山洞里面。啊，在那边饿，啊，也没有水，也没有什么可以吃，在灵魂界变成恶鬼道，非常可怜。所以啊，目犍连他很伤心了，他为了救他母亲，
就求助求助，佛陀，佛陀呢，告诉他，你必须要以修行的功德力，也要去请法师，将你母亲的魂，引来坛城受果莲会，在那边诵经开示给他的母亲听。而且一件很重要，因为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原来是有权有贵，但是呢不知道修行，慈悲心不够，所以很艰涩，坚定吝啬。那么死了之后，自己就往地狱界的山洞关在那边，在很苦，没有人知道，子女也不晓得。所以佛陀佛照呢，告诉他，目犍连，你要请法师高僧戒德，来为你的母亲开示说法，念经给他心开意解，而且要办盂兰盆，这盆子里面都装了很多的菜吃的，给过路的人，来来去去过路的人给他们吃，唤醒你母亲的灵性觉性，那他的母亲就会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孝顺，为他来牺牲这么多，整整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圆满。所以目犍连就依照佛所指示的，要救度自己的母亲。到了一个月过了，他的母亲心开意解，救度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才有我们现在的七月令的七月节，俗话说鬼节，鬼要节就是这样来。所以我们这法会，新弘阿弥陀佛的法会，佛诞法会，我们恭受了这么多的莲位，也接受各位同修十方善信大德你们的供养普捉，来普度所有莲座上诸祖灵，把冤亲债主等能够心开意解，解冤释结，那灵魂界的祖先就能得度，就能往生极乐净土回去，不要再沉沦苦海呀。所以这个是法会的善因缘，也是风与水的珍宝。无论灵魂界、现象界、人间界、地狱界，都是少不了风和水。所以这一节要为各位阐述风水学的奥秘的道理，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谈解风水学。风水学是人的生命，也是灵魂界的生命，
都不可缺。神也要有风，也要有水，尤其地狱界的怨灵更需要水。所以每当我们法会的时候，要供养很多的斋食，而尤其要讲很多的经，让各位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名扬两界皆得心开意解。所以风水学是直接利人，也是间接利人，也是直接利苍生，利万年。所以我们才有很多大师一面念咒一面加持圣水，让灵魂界六道群灵能够得到这个法益，甘露圣水法益。有的人会问说，师父啊，空气里面有水呢，你何必要用水来供养他们？可以高醉很多水，常常在下雨，灵魂界难道都吃不到吗？这就必须要经过圣人佛菩萨的开示，念咒语一面供养洒净一杯水这样才能够这水进入灵魂界的心中口中，否则的话任由山河大地天崩地裂水灾患难，灵魂界的也喝不到一点的水。所以王禅老祖传了我们方便法门你要供养水很简单只要依法来修行，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脖子用树叶或者水所沾着弹出去，嗡嘛呢叭咪吽。你观想的要供养谁，哪一位，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圣水。当水用你的口念咒念佛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王禅老祖愿以此圣水来供养法界众生有情无情诸祖灵怨灵皆能够共享甘露圣水，通沾华义，顿悟无生华人心开一解，见佛了生死，见性成佛，你就开始，你就可以去供养这个是一点点的水，但是在灵魂界所得到的功德是无限的功德呢。那么相对我们用了一杯水
在祖先的面前要三炷香点好了，跨在杯子上，你合掌，合掌，你要念经、念佛的名号、念咒都可以，然后祷告，愿以此是圣水化为甘露，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可以。所以我们拜拜的时候，家里都有三杯水，那是在供养哎，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过去有很多信徒，家里小孩子真够惊着，很难养。流量都惊着，出名头位，人轻轻空空，也惊吓到，脸色都是鼻子、嘴巴都是看青线，那都是惊吓到。一个灵魂不安，那怎么办？你就用家里供佛的三杯水，中间那一杯圣水，拜拜的时候，你向我你家里的神佛祈祷，祈求加持，这杯化为圣水甘露。给小孩子给他喝，安魂力魄，然后拜拜，香插在炉里，等到香都过了，这杯水可以请中间这杯水请下来，用杯子倒到杯子里面给小孩子喝，小朋友喝，要喝以前你要用你的手中指，中指是顶着上天的真气，中指是通往神心佛的心，然后会有佛力神力将这个水沾着，先对小朋友眉间点一点，点一点呢，你要念咒，嗡嘛呢叭咪吽也可以，历史太子爷，嗡，罗刹太子，嗡，然后一点，然后再一点，他的天庭窍，然后再一点他的心窝，然后再点他的七孔，点完了。这杯水给孩子，给他喝下去，孩子的丢家就会解除，这是仰仗佛力耶。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你好迷信哦，那个水安的两三裸用耶，你们要了解水里面有多少的生命，一杯水里面有84000条的生命，84000条的生命，经过你的念佛、你的念咒，是来加持灌顶，这些生命，然后转化为甘露，那么你给孩子喝了。或是惊吓了，是非常好的宝物呢。所以各位同学呢，我们不了解修行者他所作所为，这是本着天地无我，只有神的心，但是我们人一般共高自大，
都认为现在是什么科学时代了，你还在迷信那一些以前没有药的时候啊，你在迷信。各位同修，无论你科学怎么样的进步，用显微镜你看不到空气中含藏了多少的生命啊，用显微镜你看不到水里面究竟有多少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在哪里？是在中国啊，我们孔子时候就开始了这《易经》，易的道理，大五其外，细五其内。所以一杯水里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大，它大大到宇宙虚空超越你看到的太阳那么远，还比那个还大，还过去。细细到无限啊，显微镜计算机算不到的都有生命。所以我们在每年都要在王禅老祖圣诞日前，水陆法会前，大家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1500万部，送这么多经的目的，第一，加强诵经者内在的能力；第二，加持仰仗天公诸佛菩萨加持我们人名扬两界啊，他们的印心能够觉明；而第三，上这么多经跟你的累劫冤亲债主啊，解冤释结啊，你冤不解啊，我们一直累积过去生无量劫的冤业，当然就没完没了。你也不知道你过去生结了多少的冤的业，结的冤啊，直接伤害他人，伤害动物的生命，这都是冤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所遇到的太多太多，我们所不懂的太多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水中有生命，水中的生命你要会，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敬，第三你要会加持灌顶啊，这那样的话，你对于喝一口茶啊，用一个水，你的功德真的不可限量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啊，我们不要随便糟蹋水分啊，因为啊，水上天给我们的，给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啊，若是我们太浪费的话，我们就会把福气消耗我们的福气耶。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老祖所开示的风雨水，不是只有在我们牵什么方向定什么向这个风水而已，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呢，到我们内在细胞也要有水，也要有风，脑海里面更是要有风，要有水。而你的风与水，就是从日常生活，你的心念、思想，
就可以来了解到你自己身体的能量，风和水有多少。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来求助王禅老祖，他说：“奇怪啊，老祖啊，我一直咳，一直口咳，去打，喝再多的水都没有用，不知道怎么办呢？”哦，所以我去问了很多的神，问了很多的人，啊，都没有一个解答给我，答案给我。我就在大殿，我说那个那一杯水中间的水，啊，那一个茶，拿杯子来，我倒了，给你喝。你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要喝这杯茶，要念个100遍以上，南无阿弥陀佛。看着杯子里面的水，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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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差不多60遍、70遍了，口渴全部解除了，然后这杯水喝下去了，好高兴哦！哎呀，老叔啊，啊，你这个什么妙法、啊？就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号，佛名就是佛号，佛的是法，叫做佛法。啊，所以你要懂得用，你不懂得用，光在那边，哦，我现在有什么能量水，有什么水，啊，有几趴的能量水，那解决不了你的内在心灵智慧，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日常生活你都可以修行，每个人的灵性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无论哪一尊神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世间走一趟，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度众生，啊，让众生来敬仰来敬奉，啊，有的宗教的不同，有的基督教天主教，事实上本尊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在听到天主教、基督教在祷告说阿门，阿门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你时时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不会口渴了啦。那一位信徒呢，哦，很高兴，啊，我的师父告诉我说要做什么做什么都没有效，结果来求王禅老祖，啊，要我一直念阿弥陀佛，念好了，这是名扬两界同关照哎。为什么会一直口渴不完？就是我们的细胞里面缺水，细胞是有生命。我们人是有无限的细胞生命所组成的一个人，而一个人，据他们科学家、医学家来研究，有几十兆的细胞，无论多少兆的多少个粒的细胞，都是需要有水，这细胞里面都含藏着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阴一阳，所以我们各位懂得风水学，啊，它的真实内涵不是那么狭隘而已呀，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啊，要从风水学，啊，住家环境，啊，的水神，啊，它的方位来去，它的摩擦力所产生的水汽、水分，
他的能量，啊，让我们啊居住着思想清净，让我们思想能够精进有智慧的时候，你做事业心就静，啊，与人来往心平气和。所以风水学是本为心圣教，那些教法强项哎，啊，无论你是什么教派的，都少不了风，少不了水，因为你还有人的形象存在，有人的形象存在，你的细胞务必要有能量。所以我们多念佛，啊，让我们自己的头脑、嘴、心理，啊，这个频率一直变动、震动，而你的血液就活络，你的细胞就会活化，一活络一活化，身体健康、心安宁，啊，智慧就增长。人家糊里糊涂，你还是已经可以理解到该为不该为，该做怎么做是怎么做。所以念佛啊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啊，我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理解啊，王禅老祖是我们的指导师，王禅老祖指导我们要念佛，啊，佛是所有一切圣、一切仙、一切神的生命根源。这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维新电视台啊举办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理解，你就会正道，你就会成道啊，你就会啊，依教奉行而生极乐净土，构筑成就佛果位啊，就是从风水学的奥秘来深入研究了。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